好的，大家好，小峰。那今天呢，就继续给大家小峰的《魔界中州大陆生存实况》的第21期啊。那可以呢，后面呢，后面这是我们上一期总算是进军魔都，但是并没有到达魔都的中心位置，只到达了魔都的外层。那上期的话，经过无限的战斗是吧，上城各种各样的什么食人魔啊、兽人等等，总之来说非常的难打。但是这里的话，我是基本上跌跌撞撞的还是爬了回来。那这地上这个东西呢，就是上一次打到的战利品，它是一个坐狼皮毯，就是说砍死坐狼之后呢，有几率掉这个东西。上次打了三个是吧，我放了两个，还有一个给大家放下。比如说这个东西呢，打出来之后呢，可以把它放在地上。我决定给家放一个，这是我家是吧，虽然我的家小了一点，要简陋了一点，但是嘿，看到没有，是不是感觉非常帅气非常霸气呢？尽管晚上可能躺在这里有些吓人是吧，特别这个眼睛感觉好红啊，但是对吗，它也是属于非常好玩的一种装饰品的一种，看到没，看这个小尾巴，这个小菊花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棒呢？晚上呢，我们以后晚上就可以躺在这里睡觉了，但是可惜这个东西呢好像是无法躺的，不行，只能看它是属于一个装饰品，以后的话就把它放在这里当做装饰品好了。好，那上期的话也进军魔都之后呢，也是拿到了一些基本的工作台，包括这个东西，多阿姆洛斯工作台和蘑菇尔工作台。这个蘑菇尔工作台属于魔都的东西，这个东西的话我是没法做的，毕竟他那边的声望我都是负的，这个东西至少一点之后才能用。当然这个东西呢，多阿姆斯工作台应该是可以做出多阿姆斯之甲的，但是我没有研究出来该怎么做。那我们这边就依旧是穿上之前那个附魔的矮人那个胸甲一套吧，感觉还可以。那行吧，哎，这边天亮了是吧？这一次我也是换了个光源。上次大家说那个我那个 V 三光源的话，感觉整个屏幕太黑了，所以这一次的话就换成 RC 6。这样的话，在这个游戏当中，首先它这个空中看到没，这个云是不是感觉非常霸气、非常棒呢？同时它的亮度也是非常高的。那行吧，那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这边就正式开始。首先，看一下地图啊，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呢，几乎已经是把整个中州大陆探索的差不多了。上次是探索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叫做乌顿。上次在乌顿上方的话，那个乌顿这个位置呢，发现了一个空岛，感觉空岛好像是相当好玩的。所以的话，我打算，其实我最终是登上空岛了，但是没有给大家录视频。这一期的话，先去乌顿这个空岛给大家看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所谓的乌顿的空岛的位置，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就直接传送到魔都吧，传送到魔都十字路口去看一下魔都里面到底。这个魔都应该是属于正式的区域，然后再往里的话是戈沃洛斯，这个才是真正的指环王的整个区域啊。现在的话，现在还得稍微等等了。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再试一下。首先的话，我们这里就先传送到乌顿看一下乌顿的位置到底在哪里。首先传送，走你。咦，我记得上次这个位置好像是有一个，等。我记得上次这个位置好像是有一个，对吧，我的路径点啊，对，摁 F 键进行快速移动上 F 键。好的，这边的话快速旅行十秒请勿移动。这边的话通过 F 键之后呢，应该是可以直接传送到上面去了。快速旅行，它的旅行方式有一种是快速旅行，一种是 M 键传送。好的，这边旅行来之后呢，可以看到上次呢，就是我们上次下线是在这个非常高大这个烽火台这个位置下线的。然后上次不是抬头看到有一个空岛吗，这里应大家所需，就是来到这个空岛看一下。这个空岛首先是史莱姆树叶，这里竟然是一个史莱姆树，感觉非常诡异，而且上面还是有半兽人的。来砍死他！哎呦！好，首先看到没，这个是史莱姆球哎，下面是一片水，这个河流感觉有点诡异，但这个东西好像刚才看到没，它刚弹起来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啊？紫色凝固史莱姆块，史莱姆块这个东西可以弹得好高啊！怎么有点卡卡的？等等，放到那啊，我再试试。好哎，等一下，我先把这个东西先砍下来看看。它可以四周弹呀，而且不会摔死，好奇怪，怎么感觉我好像被粘住的感觉？看一下，就这个东西叫做史莱姆，紫色凝固史莱姆块，不知道有什么用。而且呢，这个位置有没有史莱姆呀？刚多。这个是史莱姆草方块，绿色凝固史莱姆块。哎，它的树都是一颗史莱姆块，所以说它这个空岛好奇怪，它这个空岛里面
史莱姆树叶，看到没有，它都好高啊。这个东西可以通过 这堆史莱姆、可以通过这堆史莱姆块呢，史莱姆方块和或者史莱姆的 这种东西呢，可以做一个类似于游乐场的东西啊。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史莱姆，全是史莱姆树、史莱姆草、史莱姆叶等等啊，史莱姆树叶。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过来再看一下，这里先上来，好的，这边的话先把各种各样的史莱姆块呢先录下来再说，好的，漂亮。然后先在这里放上，然后的话下一步的话，我的狗头，我的木狗。好，这里就是所谓的空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样一个空岛，也可能是魔多世界当中的一个类似于彩蛋的东西吧。之前去探索某一个奇怪的区域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东西的。我来看一下这里啊，史莱姆草方块，它有史莱姆树苗，就是打树叶有可能会产生史莱姆树苗，有这个树苗之后呢，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树种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呢？哎呀，史莱姆泥土的话也没有什么用，看一下史莱姆泥土，史莱姆块的话，通过史莱姆块和红石可以做成史莱姆通道，这个有什么用呢？感觉好诡异啊。好吧，这边的话我们就稍微挖点东西然后带回家吧。后面的话如果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的话，也欢迎大家给小朋友留言，然后这边的话我到时候给大家做一个类似于好像这种史莱姆可以弹跳这种史莱姆块呢，好像是可以做一种类似于游乐场的东西啊。总之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玩的。那行，那总算是把这个空岛弹了，这里应该还有几个绿色块，把这个砍掉之后的话，我们下一步的话就要真正进军魔都了。魔都的话也是就是在那个魔界世界当中最可怕然后最终 boss 所在的位置。咦，怎么还有胶状粘液，闻起来糟透了，但是如果真找不到其他吃的，这个东西可以吃吗？刚好看到没有，我刚好现在是饥饿状态，这真的可以吃吗？真的呀，而且没有任何不良反应。这个史莱姆球的话感觉就好恶心的样子啊。大家想想有一种什么黏糊糊的是吧，然后特别粘稠状的一个特别，然后又特别感觉弹性十足的一个东西让大家去吃。它的外貌有点类似于果冻，但是绝对没有果冻的味道好，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这个东西。我已经不敢想象了。好吧，这里把东西拿掉之后呢，回家就可以自己来做了。毕竟家里有一些史莱姆树苗的话，应该可以种一些史莱姆出来。好的，下一步的话，我们这里就继续探索了。这个区域呢，就是上次看到，看到没？下面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兽人，这几个半兽人还是非常强力的。这边的话就不惹他了，我们这边通过 L 键传送。这一次的话，我们这边就直接进发魔多。毕竟我现在乌顿的区域的话，上次从这个地方从达格拉德直接往南往乌顿走，走了好久啊，总算是走这个位置。下一步的话就不走了，下次的话我们这边直接传送魔多，看一下魔多世界当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啊。好，准备3、2、1，传送，走了，拿出迷音剑，然后看一下，感觉非常的紧张，毕竟是这个游戏当中的最终 BOSS 所在的位置啊。然后正在传送中，正在。这个是火山岩吗？魔多石，它可以做成魔多压力板，可以做成按钮，也就是说它这种石头呢可以烧成焦石头。总之可以看到它这里呢地上冒着各种各样的黑烟一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这里呢总算是抵达魔多了，现在位置的话我们是在魔多附近，这边的话可以上北下南，可以朝 S 方向走一下，这边是南边，可以看到外围呢依旧有非常多你在逗我吗？韩斯，我的附魔迷音剑可是有火焰伤害的哟，怕你，去死吧！死作狼。这边的话，哎呦我去，魔多怎么和乌顿一样？不过魔多有岩浆。魔多和乌顿不一样的地方，魔多竟然有岩浆。兽人会，我去，这什么地方？炸弹！好，嘿嘿，哥会游泳是吧？哥会游泳，射死你们！开玩笑，毛多夫黑乌鲁克，嘿嘿，是吧？打不过了吧？我们这边水战是我们最擅长的，果然这个是坐狼。真是疯了，这把无限的攻势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魔多，魔多这里有魔多岩，这个魔多岩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的盔甲，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和魔多这边是敌对的，所以说他那个工作台我们是用不了的，就不浪费时间了。
走。地上这什么玩意儿啊？有人在瘦。好，先抹它。我们这里依旧朝 S 方向走，这里有非常多的魔多的半兽人和兽人。然后往过走看一下，好像乌顿的话还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兽人的营地，但是魔多的话就一片狼藉啊，全是这种烧焦这种火山岩一样的东西，冒着这种黑烟是吧？等会儿，别过来，我们先找个地方。哎呀，怎么这么多人啊？这里的话有一个村庄，哎，跑不动了，哎呦，我要死，我觉得。快走，需要首先找到一片，哇，这个是地狱，这个是类似于灵魂沙一样的东西，哎呦我去，加速跑不动了，难道是因为我太饿了吗？快走。怎么又一开始又是逃亡之旅啊？不行，我已经不敢朝后看了。啊！哎呦！快走！这里有个房间，我去，快！他是进不来的。哎呦！哎呦我去！哎呀！我要死！可以在这里稍微避难一下。这里的话，他兽人奥洛格，兽人强的话，他是非常体型非常巨大，伤害非常高，并且带有非常高的击退。但是菜的就是说，他这种，比如说他们这种小营地，他自己都是打不开的，哈哈，傻了吧？哥会跑，好，拿一些剑士，腐肉就不拿了，在这里稍微等待一下，把状态恢复一下。然后看一下地图，我们现在真的是在魔都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的话就是依旧朝 S 方向、E 方向，就是南边和东边走。我们最终要到达哥沃洛斯，看一下有没有魔界当中那个长得像眼睛一样的那个塔台啊。然后他据说他是可以让迷失人的心智，是吧？问题是我该怎么走？问题是我该怎么过去？上北下南往下走，当然沿途这里还有一片魔多的山脉以及蘑菇尔山谷，我打算从蘑菇尔山谷往里走吧，直接朝哥洛斯走吧。这个位置我已经被卡在这里了，而且感觉魔多这个区的话怪物太厉害了，我决定还是走正常的寻常路吧，就是走这种山路一样的东西，从这边从蘑菇尔山谷开始往里走吧。还有我们这里传出魔瓜山谷，刚好那个山谷没有去，应该这个山谷的话应该是有友方士兵的吧，毕竟这边的话魔多和刚多进行对战，对，进行开战的话，这种属于边界地区应该是有一些友方士兵。说好的友方士兵呢？哎呦我去，我怎么一出来这么多走廊？哎呦，撞在我大 FF 团，撞在我大，射死你！去十八，无限成功，去十八，好，好，走廊干掉，好的，这个位置就是所谓的那个山谷吗？左西右东朝 E 方向走。问题是这个区怎么都是魔多这些怪物啊？友方的士兵，奥洛格，烧他们 ！FF 团已经开始，去死吧！怎么这么多？你在动吗？哎呦我去！要死！啊！这里该怎么进攻啊？我觉得我这身镶银密银甲的话完全不是这帮人的对手啊。好吧，这边的话他会在一个随机点把我们复活，最终该怎么去攻进去呢？我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好吧，这里先复活一下。我觉得后期都是各种被吊打的。有坐狼，哎，怎么又来？先下水，来推我下去吧。好，哎，他还会让我中毒啊！我靠，好牛逼！哎，
哎，我这个中毒好恶心。我去啊，这中毒直接可以把我毒死吗？哎呦，这里该怎么打？我难道我现在身上的盔甲不是，我身上的装备不是那个魔界当中最厉害的装备吗？还是说后期我需要雇佣一些士兵和他们对抗啊？怎么办？嗯，我看看地图啊。这个月亮太凶残了吧，太狠了。我这边看一下，现在应该是有一些地方可以雇佣。我看这个地方叫哪里？霍罗子多因，这个是矮人蓝山矮人的地方。这样吧，我们这边直接传送到他的魔多的内部。这中间有个湖，鲁尔能湖，鲁尔恩。我打算直接朝鲁尔恩前进了。看一下格罗沃斯和鲁尔恩，这个魔多外，我们现在是在我们再去格罗沃斯看一下吧，每个地方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区应该后期的话应该是需要雇佣人来打的。这边直接朝格罗沃斯看一下，看一下魔多除过这些半兽人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说可以让我们去探索一下啊？这边的话，敌人也太强力了吧，各种被吊打，能不能好好愉快的游戏了？等一下，交易商，先把商人射死。好，嘿嘿嘿嘿。然后，这是他们的一个营地。哦呦，又是这个东西。前方又是所谓的竞技场。其实这个格罗沃斯和那个摩多整体的区域也是一样的。然后我们继续来传送吧。好，纳茨格雷，好啊，这边的话我们继续来传送。格罗沃斯一样的话，我再往里传送。看来摩多和格罗沃斯应该也是，格罗斯应该也是一个摩多的外围区域。然后我再往里传，努尔恩，看一下努尔恩湖里边是不是会有我们这边所需要的东西。努尔恩湖里边，最终努尔恩湖是不是最终的话，我想找到那个魔界当中那个长得像眼睛一样那个高塔到底在哪里啊？传送这里再看看，来吧。毕竟现在，之前没有探索的区域呢，就只有这里没有被探索过了，应该也差不多了。然后这边的话，打算去把最终的获得成就，奴隶与奴隶主，前途漫漫无止境。